着歌声道出收获的喜悦，由内门木栅教会20多位新移民姐妹们亲自种植培育的嘉音姐妹互助农场，现在绿油油的一片，包含白玉萝卜、芥菜等第一批农作物开始采收了。县长杨秋新特别与新移民妇女们一起拔萝卜、采青菜，分享大家收获的喜悦。越南，越南，越南啊！越南，啊，台语啊，台语会听懂。哦，你好，太棒了，县长，我们要认真学习。太棒了，太棒了啊！太棒了，我们好棒的媳妇。啊，你对来？澳门，澳门啊！澳门，我台语也通了哈。A 啦，哦 A 啦 A 啦 A 啦。哎，你对来？越南，哦越南越南，好吧。我们也通了通。哦，啊，你是大雅族。好安尼啊，啊，这是我嘛会晓呢，哎，我写嘛，这是大汉呢，哎，我来看麦，看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加速，加速，这块约1公顷的农地，原本是属于石龙城与谢志美夫妇闲暇时的消遣。后来他们主动提供出来，由社会处联系内门木栅教会嘉音社区营造协会经营，让来自中国、越南、澳门等地的新移民妇女耕种。时间我们当作休闲用的哈，那休闲用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大概都在这个地方，他就是一直做，大概做了十几年。啊，好，恁家发展开哈。啊，我想这是一个祭典嘿，啊，真的是希望哈，透过讲安尼吼，恁大家安尼来参加，然后把那个以后也许科技啊什么都进来，啊，好家吼，好人看到家，啊，好人家有找到工作。啊，我来感谢咱的啊徐先生啊谢老师哈啊，恁安尼，家恁安尼一世人份啊，咧经营的土地啊，愿意安尼免费摕出来好家，咱家的哈。啊，咱的外配，咱的媳妇，啊，来耕作，吼，啊，大家借由耕作安尼，啊，互相哈，啊，会那个较融洽哈，啊，互助农场，吼，啊，大家人啊，各有生产，啊，各有生产哈，啊，我想甲土地接触，会更加爱这个土地，哈。不论种菜、除草、拔菜虫，全部都是纯手工。透过耕种，让这些远道而来的新移民姐妹们与家人、社区的感情因此变得更好。小小一片土地却发挥了大大功效，成为新移民版的开心农场。啊，早上六点是要5、6点就来浇一下菜。啊，现在长大了，心情一天一天也很好，抓虫啊，下午自己在这里拔草、聊天，就不会姐妹就不会跑到外面去。哎呀。啊，这样心情也可以放松一点。是。